小丫头，你可知道什么是情思？万物有灵智，便有情思，有了情思才能爱人。可我的情思丢了，都没有人跟你们放过誓。告诉你们，告诉你们，他这一辈子。不会负你的情况，他的心是什么做的？可以假装喜欢，喜欢到要死，我甚至都不曾怀疑过。可是到头来，我却连一把剑都不入。你曾经说过，若是有一天我动了情，你便会亲手杀了我，你知道吗？最让我痛心的事情，是你跟我许过所有的承诺，都不曾做到。对你而言，我已经没有利用的价值了。我以为我看见了光，却没想到只是转瞬即逝的时钟。对你这么好，你为什么要杀我？你为什么一次次把希望摆在我面前，却要在我面前亲手摧毁他？不是灵族就算了，我都可以接受，可是你却想要我的性命，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为什么懂得最关键的时候骗我呢？女儿从未有过设想，女儿真的是想要陪在他身边。断我是为背叛教主，再也不能入海了。你难道就不想回家了吗？不言，我至少是为了我这条贱命，根本就没有人在意。我要你亲眼看着我走进夜王川，亲眼看着我把你忘记。我这一生跟你在一起，这份欢喜我知足了。你许我的漠河遍野我已经看见了，谢谢你。自少时喜欢的人，从来没有和任何人讲过，只有我阿娘，无人知晓。就让你的偏爱，先独自回去了。命运开了一个玩笑，我不知道他究竟生在何处，带着我找到，但我相信，逼着我，只要我还在找，亲手杀，只要他仍然在九州的天空之下。那我们就注定有相遇的那一日。如若我们有缘，我们终究还会再相见的。